我是一号云木，欢迎大家收看《云木地方志》的新春特辑。今天呢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在这里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今天穿的这一身呢是汉服，是因为之前在泉州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在元宵节这一天穿上汉服走街串巷逛花灯，所以呢我想要增加一点元宵节的氛围，所以我就选择穿上这身汉服来跟大家介绍今天的元宵节内容啊。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新马人的元宵节，或再准确一点的说是槟城娘惹族群的元宵节。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要单独的把元宵节拿出来讲呢？这是因为元宵节在这里可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哦，尤其是槟城的巴巴娘惹非常看重这一天。当然如果你走出去跟非华裔的当地人说元宵节，或者是正式名称 Lantern Festival， 我相信大家一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们很有可能会误会成是中秋节。谁叫这里的中秋节要提灯笼啊，泉州的元宵节才提灯笼呢。那如果我要讲元宵节，我要叫它什么呢？这里元宵节的关键词呢是枣红梅。哎，希尔蛋姐，会闽南话的观众是不是觉得这个词很耳熟呢？没错，这就是闽南话的枣红梅，解释起来呢就是正月十五的晚上啦。所以如果你来到这里，一定要记住元宵节的英文名称是枣红梅。来，大家都跟我一起来念一遍，枣红梅。元宵节可以称为上元节、小正月、元夕、小年、灯节，又或是中国情人节。当然了，有很多年轻人会认为七夕才是中国的情人节啊，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其实如果你认真考究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元宵节才比较接近西方情人节的概念哦。那是因为古时候的中国女生是不可以出门的，只有在元宵节的灯会她们才可以名正言顺的出门游玩，扩大和异性交往的机会，因此理论上元宵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情人节。好了，那这个元宵节或者说是中国情人节来到南洋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化呢？古代的 Tinder 至干交友，在槟城的元宵节枣红梅，当地人成功研发出古代的 Tinder 交友软件。那这个 Tinder 的 slogan 是丁干给和昂丁归娶和波，这句闽南话的意思呢是抛竿可以嫁个好老公，抛水果可以娶到一个好老婆。为何会这样说呢？因为在早年啊，槟城有一个抛竿交友的习俗，未婚女子呢会到旧关仔角的海边，把自己的联络方式写在竿上面，然后将竿一颗一颗的抛进海中，那祈求新的一年呢能够遇到另一半。那另一边的男生呢则会在海上划着小舟抢着捞竿，之后呢他们就会透过竿上面的联络方式跟那名女生联络并发展。你看，这不就是现代的交友 APP 吗？以前的人怎么会那么有创意啊？啊，之后呢，这个抛竿的习俗也渐渐传到了马来西亚的其他地区，只是场景呢会从海边换到湖边或者是河边，但这个习俗依旧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因此呢，很多马来西亚华人都会说，抛竿是马来西亚流传了百年的元宵节文化传统啊。希尔蛋姐，感觉有点怪怪的。
我们先来一个 fast check。 其实关于丁刚给和昂真正的由来是，古代的未婚女子平时足不出户，只有在元宵节才允许搭乘马车或者是三轮车出门。那当女生在路上遇到男生搭讪的时候呢，那女生呢就会有点害羞或者是生气气的把手上的柑丢向男生。那如果男方真的很喜欢女方的话呢，他就会把柑捡起来，之后呢再请媒婆去提亲。那为何最后会演化成为女生集体跑到海边去抛竿呢？这是因为十几年前，某位掌管旅游事务的槟城行政议员，为了推广槟城的旅游业而特别设计出来的交友活动。所以啊，大家都被槟城的行销手段给骗了呢。但也不能说是骗啦，也只是一种误传，而连带了影响其他地区的人们而已。但说实话，其实这样我感觉还蛮好的，他们可以成功的吸引到更多年轻人出来参与元宵节，不要再宅在家里当宅男宅女了，也可以让元宵节得以用不同的面貌继续传承下去，这也算得上是一个蛮大的功劳了吧。一般上呢，华人比较注重的是除夕夜和大年初一，福建人呢比较重视的是初九的天公诞，而对于巴巴娘惹族群来说，元宵节则是他们的大日子，这是跟大年初一同等的重要哦。由于早期的巴巴娘惹都接受英文教育，只会说英文、马来文或者是福建话，因此呢，他们自然就把元宵节翻译成了小狗梅。那么问题来了，小狗梅这一天，巴巴娘惹们会做些什么呢？打扮隆重的女生们，就像前面说的，以前的女子三步不出闺门，只有元宵节才可以出去。那巴巴娘惹们呢，也是一样。因此这一天呢，未婚女子就会从白天就开始好好打扮，他们呢会穿上娘惹的传统服饰长衣，据说光穿戴这一套衣服就要花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哦。之后呢要再花时间弄头发跟化妆。说实在的，其实我今天准备这一身跟我的头发和妆容，我也弄个超级无敌久哎。他们呢是会把头发盘起来，用茉莉花绑着头发，让头发飘出淡淡的茉莉花香的味道，然后搭配各式的金银首饰，最后呢再穿上娘惹的绣珠鞋。他们做好打扮之后呢，天也变黑了。哎，这里男生们可能就不懂了，你们大概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女生打扮要这么久吧？毕竟你想想，如果一年只有让你一天可以出门，你会不会花时间打扮自己呢？出门交友，那天黑了之后呢，元宵灯会也就开始了。于是女生们就会在长辈的带领下走出家门。想象一下，你一年只能出一次门哎，那个心情肯定是非常的雀跃，非常的开心啦。传统上呢，他们会去看看元宵灯饰，听听歌曲，吃吃东西，顺便给一些男生看看自己。没错，只是看看。以前的所谓出门交友呢，就只能到这种开放程度而已。但其实想一想也是啊，毕竟以前的人都这么的保守，女生一年都才只能出门一次，当然只能看看啦，应该也不可能上前去攀谈之类的。那在这一个晚上呢，男生如果看上了哪一个熟悉的娘惹姑娘，就会默默记住女生的车牌号码，然后再找媒婆上门提亲。你可能想问，女生还有车牌号码？这是因为以前的巴巴娘惹呢，大多都是有钱人家或者是上流阶层，他们呢通常都会乘坐汽车出门哦。槟城元宵节的演化，到了后期社会越来越开放了，槟城很多华人呢也开始被巴巴娘惹的文化所影响，于是呢大家也对参与元宵节非常的热衷啊，自然而然元宵节的活动也就越来越多啦。演化到后期，娘惹们装扮好了之后呢，也不再是默默的给男生看看而已咯。后期的娘惹们呢会坐上布置的很漂亮的巴士，或者甚至是现在的双层露天巴士，在街上游行，展现出娘惹们漂亮的一面。他们呢会游行到旧关仔角的海边，然后在传统的南洋小调的演奏中呢翩翩起舞，跟大众一起同乐。另外呢还会有非常诗意的男女对诗歌，以及传统的情歌对唱，让民众呢都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浪漫的元宵节。那其实现在的元宵节活动呢已经变化成为了一种文化大杂烩了，除了前面提到的娘惹歌舞表演之外呢，还会有舞狮舞龙呀、抛竿活动呀，或者是结合捞竿的龙舟赛，以及还有其他种族的一些文化表演。民众呢就会一边看表演，一边试吃各种的小吃。他们会吃什么呢？
他们会是比如炸年糕啊，或者是崩纳之类的。在前面一集中呢，我有提到新马有一个独创的元宵美食叫做崩纳，不过也要看地区啦。其实像我老公他们一家人呢都没有听过崩纳是什么东西耶，那就让我来好好介绍一下它吧。崩纳呢，它讲的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呢，崩纳是马来人同胞的一种食物，只是福建娘惹呢将它吸收接纳，并改良成华人的应景美食。等一下，为何这碗甜品会叫做崩纳呢？其实崩纳这个词呢来源于马来文中的崩纳，它是疲劳或者是疲惫的意思。在过元宵的时候呢吃崩纳，意思呢就是主妇们终于可以在这一天卸下常年的疲惫了。毕竟以前的妇女呢必须服侍家中老小，非常的辛苦，所以在元宵节这一天呢吃一碗崩纳就可以慰劳他们疲倦的身心。那其实除了它的名字有寓意之外呢，它里面的食材也是非常的有寓意哦。比如年糕代表步步高升，芋头代表好意头，香蕉呢则是跟福建话的遮宅谐音。而且呢崩纳所使用的香蕉也是有所讲究的哦，它呢只能选用拉惹蕉，也就是大王香蕉的意思。不过我还是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崩纳跟么么喳喳是不一样的东西哦。虽然他们两者长得真的是太像了，但是么么喳喳算是减糖版的崩纳，因为崩纳本身就实在是太甜了。你想想看，又有甜薯，又有芋头，又有香蕉，又有年糕，又有椰浆汁，哇，这一碗简直是太过于浓郁了吧。所以在后期呢大家就把它改良成为了么么喳喳，拿掉了原本的香蕉和年糕来降低它的甜度。那如果呢你是槟城人或者是马来西亚人，你千万不要忘记么么喳喳的前身是崩纳哦。泉州人是如何过元宵节的？我到现在呢都还很记忆犹新的是，我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元宵节了。感觉元宵节对于泉州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是非常的热闹。那其实呢在元宵节前后一周，泉州的大街小巷呀，商场广场都会通通挂上花灯。而且我们的花灯并不是普通的灯笼哦，它是起源于唐代历史非常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泉州的花灯呢以它独有的刻纸针刺工艺和料丝镶装技闻名于世。那最有名的呢就是泉州的刻纸大师李瑶宝，在清朝末年他独创了李瑶宝的刻纸图案，并且呢是不用骨架，全部以刻好图案的纸板呢来拼成的哦。这个呢也就是泉州现在元宵节灯会上面最常见的刻纸灯啦。所以在元宵节的当天晚上，大家都会相约着一起去看花灯。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看花灯的阵仗可是非常的大哦，我们是会有交通管制的，灯会的现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足足有四个车道都是满满的人群啊。那我记得在我小时候除了赏花灯还有一项活动也是必看的，那就是彩街活动。其实这个彩街活动呢就是泉州的民俗表演活动，有拍手舞、火顶公婆、舞龙等等。但是很特别的是他们是流动性的表演，会从一个地方开始一直表演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民众呢就可以选择离家里比较近的地方来观看这个表演啦。不过之后呢大概是因为害怕人多而容易发生事故，这一类的表演在市区现在就很难见到了。最后呢再讲讲我们泉州人元宵节必吃的元宵圆。你不要以为它是跟外面那种超市买的汤圆是一样的哦，我们的重点在于它的内馅非常的饱满厚实，是用花生、芝麻、冬瓜糖、少许的橘皮、红糖、白糖搅拌好之后呢加入猪油、葱头油而做成了一个圆圆滚滚的丸子内馅。然后再把这些做好的内馅呢放在装着糯米粉的盆中，过一遍水翻滚一下，过一遍水翻滚一下，直到它形成了一颗白白胖胖的元宵圆。哇，说的我真的又很想回家吃元宵圆了呢。那过完正月十五呢就要好好准备今年一整年的工作啦。不管去年过得如何，今年呢我们都一起加油，一起努力，祝愿大家牛年行大运，万事顺心，听啊梦啊快啦。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们记得订阅起来哦，还有也不要忘记我的 IG， 我是一号雨木，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及时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我是一号雨木。